好，我们开始上课。刚才呢讲到这个调和肝脾法，这个法针对肝脾不和的病机，它建立的肝脾两个系统啊，这个生理上的密切联系基础上的，临床上呢，主要反映出一种肝脾不和恶性循环这个特点，在司尼散这个方来讲。现在侧重点，刚才我们提到了阳虚湿逆的一个机理。从阳虚湿逆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方里的柴胡它是可以透邪外达，解除这个阳虚湿逆造成的原因。阳气不被郁了，那是气机通畅，清阳能够食四肢，也就这个湿逆解除了。当然，从司尼散自身这个方来讲呢，我自己有个不一定成熟的看法。它是仲景用来作为鉴别诊断的，在少阴篇里边呢，它并不是典型的治疗少阴病的。仲景伤寒论里呢，每一类病它都有提纲，少阴病提纲：少阴之为病啊，脉微细，痰于寐。那就是说，心肾阳虚的情况下，脉来微细，阳气不能推动血液运行，不能温通，不能养神，神衰欲寐，这是主要反映心阳了。同时，肾阳来说呢，基本的热力来源差了呢，四肢厥逆，恶寒全卧，这类基本表现啊，是心肾阳虚的一些共同特点。但是四肢厥逆这个是和这个在同样这个就是逆冷方面呢，有相似的病机，还有譬如当归湿逆啊，吴茱萸汤由于四肢厥冷那这种情况怎么鉴别呢？那张仲景。他的四逆就是少阴病这一部分里边，是以四逆汤为代表，基础方。他同时把有四逆表现的方都附在里边，所以在《伤寒论》里边，有一些条文前面的少阴病啊、太阳病啊，有一些这个包括吴茱萸汤前面也有。有几条少阴病，也有阳明病，有厥阴病，这都由司尼这几条都反映在少阴篇里。它是用来跟司尼汤鉴别诊断的。那过去的人刻那竹板板呀，不像现在啊，你电脑一打，它是第几页，它自动自己就上面写清楚了。又不像纸，一个个很薄，可以摞在一起一些。第几页页码就很清楚了。那竹片片上摆了一地，对吧？你就穿成册，你要有个标志了，那它前面呢？这个是整个这一堆方的少阴篇里，那堆方的太阳篇里分类。前面有小字少阴病少阴篇的。到后的王叔和他们不见得知道，善待篇章找来以后呢？那少阴这个误入正文，你否则从少阴病的基本特征和司尼散的用药，你说符合不符合？所以闹的这个这个司尼那转个大圈圈来解释。我是这样看，因为你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你现在这个方用在司尼上用多少呢？也得告诉你，心肾阳虚出现司尼。肝胃虚寒，浊阴上逆，像吴茱萸汤可以出现湿逆。阳气不足，阴血不足，又感受寒邪，可以出现四肢厥寒。当归湿逆汤证，同时呢，气机体内气机阻滞也可以出现湿逆，程度不同，都属于范围，要鉴别诊断。
而这些相关应这些方是你散这类，它不是治疗少阴病的。所以到了宋以后，这个方的方向主要转向了调和肝脾气郁，肝和肝脾气机郁滞出现的一万伏胁肋诸痛为特点的这个症。所以后来施尼散产生的那个啊系列方剂来讲，也都是从肝脾气郁入手了，这成为一个主要了。所以方剂学应当呢是从这个方原始出来以后，后世发展当中多用的方面这个为基础，而不是原素为基础。原素为基础那就跟伤寒论没有区别啊。所以这个方的一个现在设定它的功用主治啊啊病机啊，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在研究施尼散的基本病机，应该是肝脾不和、肝脾气郁为它主要特点。那肝脾气郁又相互影响的，这个表上反映出一种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的。肝气郁结本能帮助脾胃运化，运化障碍那脾气也会郁滞。那脾气郁滞了呢，脾是人体脾胃啊升降的枢纽，中轴中枢啊，也会影响到肝气的郁滞。哎，肝脾都啊彼此相互影响，造成气机郁滞上的一种气机郁滞偏实了，这上面的一个恶性循环了。那我们就《伤寒条文》里，它主要谈阳郁厥逆了。一般认为啊，阳郁厥逆的症候是怎么产生呢？它是外邪传进入里，阻隔了阳气，也得阻隔气机了，使得阳气内郁，不能布达四肢。清阳应该十四肢的，阳气内郁不能布达四肢呢，不能产生温阳四末，造成四逆。四逆的特点刚才啊我们讲到了，从它的逆冷程度啊，里面透出热啊，毕竟是阳郁嘛，啊已经范围较小啊等等。当然气机郁滞出现弦脉啊，这个气机郁滞以后呢，各脏腑功能受影响。那这里就写到了腹痛泄力下重，可逆心悸小便不利，就伤寒施尼散原文里写的影响到五脏功能的啊，这一代表性症状，代表性症状。所以这个表呢反映了就是阳郁厥逆症教材的主治第一项，过去历来传统认为的啊，这个治疗阳郁厥逆症这个症状产生和它的病机啊病理过程。肝脾气郁的主要表现呢，第二个肝脾气郁症，肝脾气机郁滞呢，那就肝脾所主的部位胁肋万伏胀闷疼痛为主。由于是气机郁滞，所以也是反映出主要弦脉啊，这个症候的分析了。它主治两个，这个方呢是个基础方啊，基础方就利用它呢作为基本的一些组合，根据症候具体不同来加减产生具体方剂的。所以作为这个功用呢，也是从两个方面归纳的，透邪解郁，就刚才讲的这个方里啊，柴胡有透邪解郁呢，通过透邪解除阳气被郁啊。疏肝理脾是指的主治第二个肝脾气郁，要疏肝理脾，梳理肝脾气机。那综合起来分析呢，这个方君药是柴胡啊，柴胡，它这个柴胡在这个方呢就透邪力量不必太大。为什么呢？
透邪解郁啊，外邪若离郁而阳气，啊，它不是需要很大的发散，所以逐渐透邪外达，同时有疏肝解郁作用。作为肝脾气郁，它又有才会有疏肝解郁作用。疏肝解郁一般柴火也不用大量。芍药呢，可以益阴养血柔肝，酸收还可以收敛，啊，所以说敛阴啊、养血啊、柔肝，啊，和柴胡结合就成为调肝的常用组合。四季散里的柴胡芍药这个结构啊，在仲景时代并不是作为调肝的基本结构，而说你的啊外邪入里郁遏阳气，芍药偏寒，有清泻郁热作用，同时又能制约柴胡的心散耗伤阴血，进而避免柴胡容易耗伤阴血。那到了后世宋以后用四季散，这时候柴胡芍药呢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调肝的基本结构。调肝是针对肝胃肛脏体阴用阳，肝主疏泄体现用阳的方面啊，肝主藏血体现了体阴的方面，那柴胡协助疏泄，芍药益阴养血，那柴芍并用呢，那就是调肝的阴阳，调整它疏泄藏血的平衡，这种基本结构。那后世大量的调肝方啊，出现这两个很多都是调肝。你从方剂大辞典里边啊，有柴胡芍药出现，大多数用于这个方面，所以成为一个啊调肝的常用一种基本组合啊，基本组合。所以你有时候刚光开一个柴胡，你说叫它疏肝去了，那往往呢，你可配一些芍药呢，那合同啊联合起来，既好调肝，又能够避免伤阴耗血的副作用。这个方里的枳实啊，枳实它能够理气解郁，主要是作用于脾气，脾气。通降脾气了，当然枳实本身还可以导滞，但这个初代袁术《伤寒论》时的枳实止咳是没有分的，没有分的，所以没有不需要它导滞的时候呢，现在很多这个方改为止咳，像后期柴胡疏肝散这一类呢，啊，以这种调气为主的，都用止咳了，这个。所以枳实通过它的一种有导滞作用又偏寒，所以在理气的基础上啊，它可以有一定清热作用，有散结作用。而枳实和柴胡相配，后来就成为一升一降啊，也是调理肝脾气机的常用组合。柴胡啊疏肝还主升，主升重要的肝，枳实呢理脾主降，所以肝脾同治，肝脾气机啊同时调理了，同时又一升一降，那畅通啊这个内在的这个一升气机了，这是一个常用调气的一个组合啊。那枳实和芍药呢又是一个常用组合，因为枳实是从调气为主的啊，行气有时候可以通过行气导滞呢，可以解决啊气血瘀滞啊，特别气滞这种疼痛，特别腹痛了。芍药呢那可以调血啊，作用血分。芍药既用于有益阴养血作用，也有一定活血作用，因为在神农本草经时代赤白芍不分的，到唐代还不分的，唐以后才分的啊。
那从现在你真正说这个少药啊，加重的个儿大呢更大了，切了是白少了，啊，野生的都是侧少了，你就加重的呢，根根须须小的呢，切出来都把它豁到侧少堆里去了，也不是非常啊严格的，所以自身以阴阳血为主少药也有调血作用，加上它那个啊擅长于啊缓解止痛，所以芍药和枳实相配，又成为调畅气血、治腹痛的常用组合。所以每个方剂里呀、突出的特别基础方，一些常用组合，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学习一个方剂，不仅仅掌握它功用、主治啊，和临床应用一般情况，要保障疗效，它的常用组合非常重要。了解了常用组合配伍上这一技巧呢，可以直接呢使这个方剂保证临床的疗效啊。这是这个方医分析这三位主要的方面了。这个甘草呢是调和药性，同时有一定的补脾作用啊，补脾补气这个作用。当然在这里严格讲，甘草和芍药能够增加芍药的止痛作用。在运用方面呢，这个辨证要点主要的现在是用于胁肋脘腹疼痛，而且是气郁气滞造成为主啊。那考虑到阳郁湿逆呢，也手足不温啊，出现阳郁湿逆手足不温呢，这个也可以这个做基础方了。复方呢，我们举这个柴胡疏肝散啊。柴胡疏肝散它是从组成来说，把枳实换成枳壳，加了香附川芎，后世又加陈皮。现在一般呢，因为柴胡疏肝散历史上两个了啊，两个阶段，开始没有陈皮，后来有陈皮啊。有陈皮以后呢，它既能够理气，陈皮这个药既平和，作用面挺宽，既理气也能化湿，因为气滞以后多少会有湿滞，所以功用呢，它是一个疏肝行气兼有活血止痛，因为有川芎相辅都能入血分止痛的。所以从这个变化以后呢，成为治疗肝脾气郁基础上增强了活血止痛的作用，更体现了气血兼顾啊，突出在止痛作用上。主治呢以肝气郁滞为主的啊，引起肝郁气滞啊，胁肋疼痛啊，当然也涉及到肝脾，可以有肝脾不和、脘腹方面啊。但是以疏肝啊、疏肝活血止痛，这是主要的。所以反映出来一组肝气郁滞为主，兼有肝脾肝胃不和症啊。从反映出来的这个症候来讲，现在临床运用它呢，用它行气止痛方面，这个是比较主要的，也是一个啊挺有名一个方。这个湿逆散呢是个基础方，这消瘀散呢又是一个名方了啊。这个方呢现在的临床使用率是非常高的，使用率很高，也非常体现一个合法里边平其抗力、肝郁脾虚啊，这种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的这个这种病机。这消瘀散出的合剂举方啊，它虽然肝脾不和跟那个病机来讲呢，和湿逆散不同，它是一种啊。严格讲像虚实夹杂症，它的虚的成分还挺多啊，就是
肝脾同病啊，肝郁脾虚，肝气郁滞，脾虚呢有时候肝郁血虚，血虚的脾虚之后运化才能气血不足了啊。这个叫逍遥，这个字可以推导出它的功效特点，功效特点啊。这王子杰呢《降血源古方选注》里边他引用了一段啊，他说说文上面呢逍遥了，走字的逍遥和那个三点的逍遥相通了啊，那说明说文以前呢汉以前那都是相通的。庄子的《逍遥游》里就讲了，讲了逍和遥的含义啊。他阳动冰消，虽耗不及其本，舟行水遥，虽动不伤其内。什么意思呢？阳动冰消，太阳出来了，冰雪消融了，冰雪虽然消耗被太阳一晒消耗没有了，但水这个根本啊，水和水气啊，这根本还存在，虽耗不及其本。另外一个形容呢，阳动冰消，这是讲消那个字了。舟行水摇，船在河里走，水拍打着船往前进，虽然船被水在拍打，船动了，但不会伤到船内啊，所以虽动不伤其内，都是讲的冰雪的消融，船在动在前进，这个当中啊，不伤正气，不伤根本。所以他说脾之于一啊，消散其气郁，摇动其血郁，皆无伤乎正气。所以这个方，也就是说他的啊，疏肝理气啊，健脾运啊，都是针对气血，但是呢很照顾到正气，不会上正，很平和啊，是这个意思。所以看出来这个方啊在调节功能方面是非常好的，调节功能，所以调和肝脾啊，调和肝脾的。所以古人他用这个字来，他做了这些比喻来说明他这个方的一些特点。逍遥散病集和症候分析了啊，因为有的教材说肝郁脾虚，有的说肝郁血虚，总体上肝郁血虚脾弱症，这个血虚跟脾有关啊，脾运化障碍。那这个脾的运化呢又和肝的疏泄有关了啊，跟肝的疏泄有关。那肝疏泄呢要啊要决定于肝脏的生理特点，阴阳平衡，体阴用阳了。血虚之后呢也影响到疏泄了啊，血虚之后它阴阳互根，疏泄藏血，藏血不足，疏泄无力啊，或者反过来呢，疏泄可以虚心亢奋肝旺啊。所以这个表呢反映了肝郁脾虚血虚之间那个相互关系后产生的一些表现。肝气郁结就可气机不利呢胁痛，肝郁之后清阳不升可以造成头痛目眩啊，或者肝郁化热也能出现头痛目眩。所以后面逍遥散里少量薄荷了，防止肝郁化热了。同时呢啊，肝经循行涉及到这个啊乳房，所以乳房胀痛肝郁气滞了啊。那作为月经机制呢，那《易经》上讲啊，月经产生机制里有天癸至太冲脉盛，月时以时下。天癸至涉及到肾，太冲脉盛呢涉及到肝，肝为血海，冲脉也为血海，冲脉行于十二经脉之中，
起到调节血量的作用。那调节血量谁来调呢？肝的疏泄、藏血、对立统一来作用于它主司的。白天呢，啊，那个冲脉相当于大马路，像东西长安街，啊，要冲，十二经脉是要冲，哎，白天都车都跑出来了，啊，晚上呢人卧血归于肝，又通过冲脉到肝脏，啊，储藏调节血量了。这个，所以月经不调，很多要考虑肝的问题。肝主疏泄，除调血液，啊，这个除调周身之血液了。肝是个藏积啊，调节系统，功能归纳就两个：疏泄藏血，疏泄一身之气机。疏泄通过疏泄气机，包括人体气血。精液啊，神，包括肾精都在疏泄范围之内。如果肝气郁滞了以后，相应这一方面都会产生问题。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逍遥散运用范围宽的原因啊。这个脾虚反应呢，神脾失少啊，神脾包括这个脾气不足以后的基础的一些气虚见证。用脾气虚的神脾失少来概括，包括脉虚了啊，所以说逍遥散针形容脉象都有脉虚啊，或者啊虚弦了啊，这个有些这个啊左旋右虚啊，这不同书写法不同，总反映出来一种肝郁脾虚的特点。血虚呢，是由于脾不运化。的特点，血虚呢是由于脾不运化，运化障碍，所以可以有一定的口燥咽干，口燥咽干也可以有肝郁化热，也是导致的原因之一啊。这是从教材谈到逍遥散主治啊，分析是大概这种情况啊，但是实际上一个症候分析不是呆板的这些症状，主要病机几个方面的相互关系。那这个方在治法方面啊，那疏肝健脾养血相结合了。那组成来看呢，还是从柴胡做君。过去呢，这个好像不同分析上有点差别，也有柴胡芍药调肝的结构啊，或者结合当归疏泄养血相结合，这样做君药的啊。实际上整个方当然疏肝是主要的，从这肝郁脾虚啊，肝郁在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上，肝气郁滞加重脾虚啊，加重脾虚。那柴胡作为君药在这里当然疏肝理气了，芍药当归呢，芍药和柴胡配调肝，它一阴养血啊，一阴养血。当归既能够养血，又有活血作用啊，有活血作用。所以从活血作用那个这个方面来讲呢啊，配合柴胡有疏通气血。这个佐药呢，三味啊，这个三味药作用于脾，这个佐药选的还是很有意思，都能作用脾胃。一般说白术是健脾的，茯苓也是健脾的啊，都能除湿。生姜用微生姜，用微生姜它不是干姜，用来呢微下增加一点阳热了啊，
单用普通生姜温胃散水了，啊，微消呢，等于帮助脾的运化，啊，增加太阴湿土啊，得温则运，啊，得温则运，增加运化作用。而且这三个药呢，在作用于脾胃的同时，都有除湿散水作用。这应该看到这个方啊，是调节，不但前面说到调节气血，疏通气血，可以疏通气血津液，充分体现个缓治啊，肝脾同治，气血津液兼顾的。白术茯苓生姜在调整水液方面，应该说是三焦兼顾的。生姜散水侧重上面，白术燥湿以中焦为主，茯苓渗湿利小便，水是从下而走。因为治疗水湿啊，总的一个原则是三焦分消，出路越多越好。所以治湿的大法来讲，上焦开宣，中焦方化鼓燥，下焦淡渗。那这里呢，三个药都很平和啊，都很平和，给水湿邪呢，以这个出路啊，是多方面的。这个主要还有薄荷，薄荷这味药呢，它有疏肝作用，小剂量有疏肝作用。薄荷呢，还能清热，清热加疏肝，它归经也能归肝，肝肺经啊，它可以解除因肝气郁结所化之热，肝郁容易化热，既能疏肝又能清肝，用少许少量有助于疏肝，而且呢，毕竟不是肝郁化火，是防止肝郁化热，少量就可以。甘草作为死药，和白术茯苓相配呢，增强健脾补脾作用，又能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在构成上体现出来肝脾同治啊，肝脾同治。过去说气血兼顾，气血兼顾是针对肝脏疏泄气机啊，藏血气血兼顾啊，现在应该讲了，就是说气血津液它都兼顾的。所以从这个方的一个配伍特点，对肝来讲，补肝体助肝用，体用并调，肝脾同治呢是气血津液有兼顾的，这个方的一个配伍特点，照顾非常全面，而且它药量不大，药性平和，适合久服，适合运用时间较长，是一种调理性的方剂了。在这个应用方面呢，它症治要点啊，这个一般现在叫辨证要点了，辨证的要点就是使用的基本啊依据了，反映出肝气郁滞的胁痛或者月经不调，都涉及到肝为主了，以及呢脾不健运的神疲食少作为代表啊，作为代表，当然这个不是那么机械了，后面我们讲到运用就反映这个了。这个方是中医常用于妇科啊，是中医妇科常用方剂了啊，这里提供一些呢，就是说用于妇科的月经不调痛经、乳房胀痛、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些这个治法方面一些特点，或者是药物方面一些特点啊，这个供参考，不是学习的主要啊这个内容了。这个像更年期综合症这个方用呢，要结合补肾啊，补肾，而且肝肾同治啊，在逍遥散的这个使用当中啊，体现出很多病是
考虑要考虑肝，考虑到肾，肝的疏泄，肾的闭藏，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对立统一关系，啊，对立统一关系。就拿为什么啊这个，这个方能调经，其实这要从消炎临床医院要从这种像妇科那个月经机制来开始来理解。中医有没有讲过月经怎么产生？那讲的比较抽象，啊，都认为这个来源经血来源跟脾胃化生有关，啊，哎，同时肾经转化肝血，月经机制跟冲任有关，啊，那就冲任跟肝肾有关，啊，这样来叙述了。实际上呢，月经机制和肝肾两脏的功能的协调对立统一非常有关。哎，刚才我说在《上古天真论》里讲到这个月经产生，天癸至，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天癸至前提是肾气平均，肾气盛。肾气盛反映了肾经充足，进化为气。哎，那出生以后到了一定年龄啊，这位啊那个肾经，先天肾经受后天涵养，五脏六腑之精液下归于肾，涵养发育到一定阶段，产生天癸这种物质，天癸至啊。那又要有太冲脉盛这个条件，太冲脉盛反映出什么？冲脉了，肝的疏泄，肝藏血，冲脉也为血海。哎，那作为肾来说，它气机运动基本形式里呀、啊，它是闭藏，下焦肝肾，肾主闭藏，肝主疏泄，疏泄闭藏形成了对立统一。形成对立统一，所以月经机制为什么能有这种按期而来、适度而止的特点呢？就像个自动控制啊。像妇女的啊，女性年轻时候到一定的年龄十几岁按期而来，按内经说到后面啊，气机地道不通，按适度而止，肾气衰了，肾精不足了，啊。同时呢，啊，这个肝疏泄也不行了。那就是说到啊，这个肾经转化为肝血，肝藏血充足，哎，阴阳协调，随着藏血充足，疏泄功能增强。到一定年龄啊，疏泄水平高于闭藏。疏泄水平高于闭藏，月事以时下，疏泄疏通啊，疏泄成气血津液。随着经血的外泄，疏泄因子减少，疏泄功能降低。为什么说肝主疏泄？疏泄这个因素对月经排出有作用呢？经血不宁啊，具有这种疏通的特征，跟一般血液不同啊。它随着经血的外泄，肝的疏泄逐渐减少，疏泄功能啊，随着经血外泄要降低啊。而这个相比肾的闭藏来讲呢，闭藏大于疏泄，月经停止，啊，月经停止。所以每个月这类呀，啊，每个周期里的按期而来，适度而止，以及呢。生命全程中的按期而来、适度而止，这个月经机制跟肝肾的闭藏疏泄对立统一、动态这个有关。所以，我们治疗月经不调，不外乎作用于疏泄、作用于闭藏，或者两个兼顾，不外乎作用这两方面。哎，肾不闭藏了，啊，也得月经过多。啊，
提前两度提前这一步不能闭场反映出来。一个呢，直接由于肾虚，哎，本人固摄了，那他就啊，闭场不及，疏泄超过闭场，那可能由于肾为主的。如果肝旺呢，那也可以造成肝的疏泄大于闭场，那血热啊等等啊这个啊，那倒过来，又有一类呢，你比如说闭场太过，有寒，寒心受于凝滞，那造成月经滞后啊，月经量少啊，啊，甚至于闭经痛经等等，哎，那是像冲任虚寒一类的，寒心受于凝滞了，哎，或者呢疏泄不及，疏泄不及气滞血瘀等等，也可以导致月经异常方面偏重于疏泄不及，而相对的闭场太过了，这是个，所以调经不外乎这一方面，逍遥散就成为利用它加减，就成为调经的一个常用方剂。它立足于在调肝、调节的疏泄的啊程度，同时由于健脾养血，也补充阴血的不足。特别我们有很多临床的慢性杂病当中啊，利用这种这个理论啊，疏泄闭场的关系可以治疗和解释很多病症的治疗，这个方呢应用方面很广的，所以在临床应用方面其他方面呢，这个我们下次接着再讨论了。今天呢，今天讲了一个等于说疏泄闭场关系和月经机制和调经的一些大总体规律啊，我们就讲到这里。